各位铁将军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铁将军首次线上春晚。响应国家号召，共同抗击疫情。疫情虽在，热情不改。我们想到了最安全的方式，把精心准备的节目用全新的拍摄手法展示给大家。虽然我们人不在一起，但我们的心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铁将军春晚，气氛温馨，推陈出新。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启铁将军2021年线上春晚。首先请观看铁将军总经理韦科新年贺词。2020年很难，但是我们顶过来了，迎难而上，坚韧不拔，这是我们铁将军人的本色和精神。过去的一年，公司确定了前装和后装协同发展的战略路线。在后装，我们坚持以国内国外线上线下并举的发展策略，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与合作伙伴共赢发展为己任，撰写了市场调研、产品策划、营销计划、渠道管理、市场管控多位一体的全新营销体系，同时和汽车后市场的互联网新锐达成深度战略合作。铁将军商城正式运行，把服务联系到了终端。在钱庄，我们在原有客户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了同小鹏汽车等新势力造车公司的合作，铁将军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2020年，我们对公司内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架构改革和优化整合，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2020年，我们不仅顶过来了，还实现了盈利正增长。这里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位铁将军人，同时也感谢一直信任支持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朋友，没有你们一路携手同行，就没有铁将军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2020我们积蓄能量，2021我们顺势起航，新能源中央翼制造中心和悍马印象全面启动，今年还会推出二代铁将军生态链系列产品。展望2021，重新出发，新春将至，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我代表铁将军祝愿所有铁将军家人们和一直关心爱护我们的朋友们和顺自强，幸福美满。现在我在铁将军山清水秀的前门广场，第一次来铁将军的客人们都会被眼前大气俊美的景色所迷倒。我们要在这里翩翩起舞，赞美祖国，壮美山河，祝愿铁将军前程似锦。请欣赏由铁将军各部门联合演出的民族舞蹈《水墨书韵》。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铁将军的产品展厅，所有铁将军最新的技术、最前沿的产品都会在这里展示。下面这个节目来自品管部的歌伴舞 Mojito， 我们品管部出了自己的周杰伦，由他和一群美女带着大家一起领略铁将军产品的风采吧。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一定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收起来吧。空浪的壁画，秋城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忘了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铁铸的招牌，错落的酒香，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哈瓦那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在这海风是漫漫无目的，古董书摊满着时光香气，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剩下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爱你是文学家笔下的那一片海。我分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一定甜的过头。这爱不落幕，忘了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铁铸的招牌，破落的酒香，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哈瓦那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缤纷的来着，看着如意聊意，在这海风是漫漫无目的，古董书摊满着时光香气，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剩下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文学家笔下的那一片海。我分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一定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忘了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铁铸的招牌，破落的酒香，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哈瓦那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哈瓦那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去年此时，疫情开始大规模爆发，全球陷入恐慌，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沉着应对，无数的无名英雄众志成城，共同守护了祖国大地的卫生安全，让我们可以在蓝天下畅然呼吸自由香甜的空气。虽然这场战役还远没有结束，但只要有这英雄在，我们就不害怕一切牛鬼蛇神。下面这个节目送给抗击疫情的所有卫士们，感谢你们给我们的安全感。请欣赏钱庄车间与 PCBA 带来的舞蹈《守护者》。和死神抢人罢了。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上班，你在家里要乖乖的好不好？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才能从病毒手中抢回更多的病人。我和其他护士不一样，我是汶川人。我报名，我参加过抗击非典，经验。还有我，还有我，不计报酬。还有我，让我们静待春暖花开，中国加油！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铁将军的未来。在充满书香的铁将军图书馆，活泼可爱的铁将军家属小朋友们要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向抗疫卫士表达真挚的感激之情。请欣赏听我说谢谢你。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谢谢。嗨。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
历经千难万险，我自勇敢前行。铁将军在这场疫情中发挥出了惊人的凝聚力，这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以家人相称，只有对家的热爱才能战胜没有感情的病毒。下面一起欣赏由研发部带来的手语舞蹈《阳光总在风雨后》。
铁将军一系列深受车主喜爱的产品，出自一双双年轻、勤劳、灵巧的手。他们就是后装车间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他们在挥洒汗水的篮球场，跳出了青春的主旋律。一起去看看他们青春飞扬吧。铁将军2021年度表彰大会的现场，过去的一年风云变幻，但是铁将军人众志成城，并肩抵御了疫情的冲击、市场的动荡。我们在铁将军灯火辉煌的大厅举行表彰大会，让世界知道风景这边独好。首先要表彰的是优秀个人。的是优秀团队奖，接下
来要颁发的是铁将军十年员工奖。我是来自产品策划部的吴正文，十年的成长装载着满满的收获，十年来公司已成为我们的大家庭，这里有我们的依靠和寄托，还有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情谊。非常感谢公司给我提供成长锻炼的平台，从产品研发到产品策划，工作的转变，但承载的初心没变。展望未来，祝愿公司业绩蒸蒸日上，越来越好。最后，我想对十年前的自己说，期待下一个十年我们再相聚。十年员工奖。我叫汪世林，是一名司机，在铁将军工作已有20多年头，感谢老板和老板娘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你们。20年了，作为铁将军人，我衷心的祝愿我们的家，铁将军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耶、yeah! 记得第一次来铁将军的时候，是老板亲自给我面试的，当时老板叫我画一个电源部分的线路图，我很快就画好了，但是老板还夸我画得很好，很标准。这些事情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那么清晰。大家好，我是采购部李春英，今年来铁将军已经有20个年头了。首先我要感谢老板和老板娘，给我机会进入铁将军这个大家庭。记得当时跟我面试的是我们的老板娘，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竟然就是我们的老板娘。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铁将军的家文化，所有的同事们都像家人一样。去军官就全部几日夜，如果家都喺度工作，已经从温州都上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最好的工作态度就是你热爱这份工作，而且遇到一个好的老板，一个教我很多的领导和一般包容我的同事。如果将前十年和后十年分别用一个词来总结，我想说的是快速发展和专业精神。见证了铁将军从最初200多人成长到现在1000多人，我很开心成为吉生的一份子。在20年里，我总结了两个字：坚持。我希望我下一个20年也一如既往地坚持。记得有一次，法料探头误报凌晨3点，接到领导的电话，要求协助工程师处理问题。问题处理完之后，老板还特意要求完工在法国给我带回来的纪念品，这让我记忆犹新，非常感动。我为了铁将军大家庭已经20年了，非常之感谢我在同老板的将军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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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将军大哥从2008年发布至今已经13年了，每个铁将军的人基本都会唱。今天我们正式发布一首铁将军的新歌《铁将军人》。这首歌依然是铁将军大哥的创作者水晓峰老师的作品，他被铁将军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创作了这首温情又充满力量的作品，一起去听听看。山门认识了那两个可爱的人，从此后跟随着快乐的年轮，每滴水都感到那么香醇。某一天，天在临坚持着这一群勇敢的人，是用情抚平这深深的伤痕，去呐喊唤醒内心的单纯。
天，天在令我们与世隔绝，坚持着这一群勇敢的人。只有情抚平这深深的伤痕，去呐喊唤醒内心的单纯。铁将军家人们，到这里铁将军首次线上春晚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这样的春晚啊，永远不要再有了。我们祈祷疫情彻底的结束，以后的春晚我们还是在天井舞台欢聚一堂，同庆新春。我们明年舞台再见。